台大号吹红队红尊。好了，我们第三站终于来到台中，虽然有点疲惫，然后早上去学校，但是这一站我们最安心，因为这站绝对是人超多，丰乐球场就是台中最厉害的斗牛圣地。今天天气不错，心情也很好。今天强度应该不低啊！我跟你讲，我现在真的很想休息，没想到那么累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回去脚都超酸，然后今天决定晚上打完球直接冲按摩店，马杀鸡。然后我们前一个小时的话，我们是做训练。存在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亮成这样，发现没有？我们这是环岛垦丁之旅吧？超品的，过来。那我跟他说，我们这边不是打输赢的，去旁边。那你觉得台中跟台北的强度怎么样？我觉得台中的球风就是硬，就是非常硬，你可以干他，他也可以干你的那一种。就是，但是台北我觉得个人技巧，我觉得比较丰富一点。OK， 啊。
现在正在跟彰化在地强度真的比较强的青年人打拳，不对，是出的这个速度应该基本上就是射甲的，白色衣服这个是当年的陈大魔兽。签到这么新的球鞋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台中完，我们是来到彰化，骑车程不算远，但是阿贝出事了，我脚出事了。说实话，我蛮担心，就是之后的行程，很多人期待都可以跟我们见面，好险我们就玩个三秒大赛，跟大家也是开心一下。必须说，我觉得彰化的朋友们真的很超级友善，然后热情。因为其实另外一边有一边很强，说实话不是我们这边打得赢的，大概都190几，然后每个都超壮的。对，他们就是固定在他们另外一边的场地，把这个场借给我们。我有过去跟他们玩一下，他们也是很礼让我们，感觉非常好，也跟大家在地的或是特别过来跟我们一起玩的朋友很贴心。对，都有打到这样。那我们下一站呢是往云林，云林出发，好不好？大家继续跟着我们的环岛行程，下站见。